憨豆。心如，我要你在对外宣布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宣布帝皇集团易主，新董事长上任，但是不要透露新董事长的身份，只需透露韩信就可。第二件事，宣布帝皇集团将在临川投资20亿，建一家6星级酒店，同时启动战略伙伴招标，全市的装修建筑公司都可以向你投标。好的，韩董。今天呀、帝皇集团抛出了20亿的大项目，谁要是能拿下一个合作，谁就是我们集团未来继任者。你老婆，接下来。帝皇集团那样大公司，怎么看起这么大？你要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一定可以。爸爸。淑然姐，别忘了你什么身份，帝皇集团什么身份，你贸然去跟人家谈，丢的可是正东西。